苏老师，嗯，这个抹布有些脏，我想换个新的。家里有新的吗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先生，哦，对了，清洁剂和垃圾袋在这儿。我上次帮朗读搬家的时候买的，你要是用到这儿来拿。苏老师，嗯，你的袖子都弄湿了，我来帮你洗吧。我自己洗吧，一会儿就洗完了，你休息吧。那好吧，那我去把卧室的床单换一下。我要跟你谈谈。谈什么？我和当年的喜悦是不是真的很像？所以你之前才对我那么好。有些地方有点像，但是你完全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嗯。那是你喜欢的那种，还是不喜欢的那种？我问你。任由你在我家里胡闹，是喜欢呢，还是不喜欢呢？我怎么知道？要你自己说。我也不知道。但是齐月说，他也喜欢你，还让我把你让给他，但是我不想让。我又不是小狗小猫，让你们让来让去的。哼，那就不让。你说不让就不让，我就不让。嘿嘿，嘿，你喜欢吗？